Subaru Impreza GC8 改装 D1 Spec 黑底60 mini 涡轮表。主要装于驾驶座右侧，有副开关加与减，亮度增减直接按加，再按减则为亮度递减。另外两个按钮同时按住会进行变色的动作，再按加与减则会恢复目前的亮度。另外加键按住大约两秒钟的时间可以进行警示值的设定。目前此车为超过一公斤的时候，也就是涡轮压力超过一公斤的时候会风鸣以及亮灯。另外减的部分按住大约两秒钟的时间会有警示值峰值记忆，大约在 0.85。 此车刚刚出去进行路试的时候压力最高则是到达 0.85 的状态，放松时就恢复目前怠速时的状况。目前为怠速的状态，再来就是关机的画面。我们现在将引擎熄火，再来重新开机。表头会先进行机芯自我侦测，则恢复目前熄火时的数值。以上为 D1 Spec 60 mini 涡轮表功能介绍，安装于 Subaru Impreza GC8 上。